最讨厌爬楼梯了。你不是最怕狗吗？我两样都怕。多有钱呢、啊、这回怎么发了怎么发了你跟着吃货你咋揪着这吃呢大哥你不是不让吃吗我是说不能总想着吃那从中午到现在没吃饭了饿了该吃吃行这么多好吃的软软的，黏黏的。大哥，你说这沙发咋这么得劲呢？你下来。不会吧，吓成这样啊！阿翔，怎么回事？不好意思，丁院长，估计又是跳闸了。我这就去弄好它啊。好。哎呀，你一个大男人，比袁大壮还胆小啊！没有，我是保护你。抓我手干什么？大哥，这屋里除了咱俩没别人了呀？不会是闹鬼了吧？闭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是怕鬼。不许吓我！原来大哥你怕鬼呀、啊？你笑你个头啊！你不是怕狗的吗？大哥，好东西，啥也没有，看着了再报告。
财宝在哪儿啊？大哥，咱上哪儿去找那保险箱？闭嘴！据我以往的经验，一楼没有，应该在二楼的卧室里。安全的，大哥，你真是太聪明了。我上去看看去。哎，兄弟，注意安全。狗领着一条小孩，什么？一个小孩领着一条狗。走，快！小朋友，不要害怕，我们是好人，是好人，好人。Yeah!
操！小兔崽子可给咱玩惨了，老大，这回还有什么办法吗？啊，大哥，那洗洗去吧，嘴堵上了。豆豆，豆豆，你告诉我，完美世界里长得最帅的是谁？我给你点提示啊，是谁？是谁？是谁？小七，你怎么回？收入比支出少这么多，日子越来越严重。丁涵，丁涵，这么晚了不好好值班干嘛？刚刚小七来报信，乐乐可能出事了，我得去看看。哎，亮亮，我跟你一起去。我要跟警官，有个叫乐乐的小孩可能出事了，待会儿我发个定位给你，然后你派人看一下，好吧？哎，麻烦了。老大，你听着，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在哪？说呀！大哥，他嘴。在哪儿？到处都是。你骗我是吧？我问的是最值钱的又方便带走的在哪儿？保险箱里。我们找过了啊。那笨呗。是他笨，不是我笨。对。小刘啊，今天辛苦你了啊！你说这电视台啊真是不靠谱。原来告诉我啊，录两个小时，这谁想到啊，录了六七个小时。没事，奶奶，有事您给我打电话。那我先回去了。刘啊，你回去吧，慢点开啊。好的。哎，拜拜。好的，拜拜。
怎么了？奶奶怎么了？你醒醒，奶奶！亮亮，你怎么来了？你到底怎么了？来，我先扶你起来。哎呦！来，我扶你，来起来。奶奶，来这边来，来奶奶，您先坐。哎呦，奶奶，这到底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一进来就晕了。乐乐呢？我没看见啊。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你醒了，你听着，一个小时以后，带着50万现金，到海滨公园来赎你的宝贝孙子。你要是敢报警的话，我们就撕票。撕票！喂，喂，谁的电话呀？他们说，乐乐被绑架。被绑架了，我。奶奶，奶奶。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咱们想想办法。乐乐，你快求乐乐，快！喂，丁涵。喂，亮亮，你在哪儿啊？我在乐乐家。啊？这么快到了？奶奶受伤了，乐乐她出事了，你赶紧来吧啊！我先去看看。哦，好，我这就到了。奶奶，你别着急啊。你在这等丁涵，我去看看，交给我没事了。你快去把乐乐找回来。好，我知道。你快去。好。说呀，大哥，咱这是绑票，电视里演的，又爱呛字儿的，一不做二不休，懂吗？筹划了这么些日子，一根毛都没捞着，还把帽子给丢了，还让这个小兔崽子跟那条狗给耍了一通，咽不下这口气。大哥，嗯，你说老太太能送钱过来吗？该不会是真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180个警察给咱们围起来？那谁谁谁，你们被包围了！上面还有直升飞机，还有手拿冲锋枪的特警。神枪手，闭嘴！你说咱哪干过这活儿啊？咱就不应该把这小偷崽子给绑来。你他妈有脸说？要不是你把老太太打晕了，咱们钱就到手了，还用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吗？大哥，这事真不能怨我。谁能想到老太太都能冲这么快呀？没想到。咱们还去公园吗？去屁！公园里边，警察已经。
情埋伏好了，都等着你呢。50万是没戏了。卓，我傻呀！大哥，那咋办呢？上个礼拜，我带你见的那个胖子，干什么的知道吗？不知道。卖的。卖啥的？卖小孩的。我们俩有交情，兴许能出个高价。大哥，高价是多少钱呢？怎么着也得好几万吧。赶紧把乐乐给放，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凭什么呀？松手，拿钱来！你们以为我一个人就会来吗？以为我一个人带条狗就来敢找你们吗？警察已经来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给我投降！咋整啊？就得虚张声势。警察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哪儿呢？等等，你们要多少钱？我给。本来我们要50万，嗯，给你打个八折，嗯，啊，10万。好算数，我没10万。啊！但是，我觉得咱们出来做生意，各退一步，让我还个价。你还个价，一口价2万。成交，漂亮！成什么交？10万变2万，你抢钱呢？哎，不是，别激动啊，咱们出来混就是为了点钱嘛。我来给你们算笔账。那个，你们现在有多少钱？我们没钱。对呀，你们没钱。你们问我要10万块钱，我也没有10万块钱给你们。最后什么结果呢？鱼死网破，大家什么都捞不到，有可能你们还要坐牢呢。然后我现在给你们2万块钱，你们把小孩给我，你们拿着2万块钱，你们就有2万块钱可以去花了。我就当这事儿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你们就自由自在、愉愉快快的，多好啊！大哥，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可我要把孩子卖了，能卖好几万呢。哎呀，卖孩子这可是大罪，到时候警察肯定饶不了你们，哪有我们这笔买卖好啊？警察马上就要来了。而且大哥，你高价可能也就几万，万一人给个中价，给个低价呢？要不够2万块钱，咱不赔了吗？对呀，算你小子聪明。好，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阿谦，哎，这样就对了，大家和气生财，干嘛呀？这大半夜的，又动刀又动枪的，是不是？你们拿着啊，我去把乐乐找来。乐乐，哎，站住！站住！你居然敢骗我！没有啊，他居然敢骗我！不是不是，我问你要现金，你给我银行卡，卡里有钱啊！你当我傻呀？看什么？上啊！小七，哎，都听我说，这个事儿，别下。
七，就你，大七呀！这次玩笑开大了。现在还不好说，得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太太去检查，走，跟我来。我不舒服吗？医生，艾亮怎么样？手术非常成功，但因患者伤势较重，失血过多，病人还在昏迷中。什么时候醒来还很难说。医生，你一定要救他，他一定会醒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谢谢。
医生说艾亮的情况不太乐观。你别说话行不行？哎呀，竟然出了这种事，吓死人家了。你们来了，院长，亮亮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醒过来。亮亮啊，亮亮，你说虽然咱俩星座不合，八字不搭，可是你在单位还是一个好同事。你说你平时这么爱搞怪蹦的，这次肯定也会没事的。亮亮，亮亮，你快醒过来呀、啊！我还得给你做造型呢，亮亮，你快点醒过来呀、啊！如果确诊是植物人的话，苏醒的几率很小。于飞，你别说话行不行？我说的是事实啊。丁院长，你歇会儿吧，这我们三个照顾。我不累。我希望亮亮醒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我。丁院长，这是我见过你最有女人味的时候了。露露奶奶来了。奶奶，都检查了吗？没什么大碍、啊，没事的。丁院长啊，这个你拿着，亮亮是救乐乐受的伤，医药费我们家全管，不管花多少钱，用多贵的药，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把亮亮治好。你拿着，拿着。奶奶，亮亮哥哥，我已经告诉小七了，你不是个坏人，而是个顶呱呱的大好人。亮亮哥哥，一定要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我和奶奶，还有小七，还有丁姐姐，还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们都会伤心的。亮亮，你没死啊？太好了！丁涵，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不用谢，你是宠物乐园的员工，我是院长，照顾你是应该的。我这刚醒过来，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刚才昏迷的时候，好像一直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你听错了吧？不是我。我也没说是你，你干嘛不打自招？其实，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什么梦啊？我梦到我自己死了，你把我也变成了一株盆栽，放在阳光花园里。你要是真死了，我才不管你呢。阳光花园不放人的盆栽，只放小动物的。你说的话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入耳。丁涵，其实我知道你外表冷漠，但你其实有一颗炙热的心。有吗？你否认也没用。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让人觉得你很冷漠。外表冷漠的人，是想给自己筑一道保护墙，这样可以避免受到更多无谓的伤害。没有人的内心是刚硬如铁，也没有人不想受到保护。我也一样，只是我从小到大都没人保护我，我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我来保护你。你想得美，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小七，有两个坏人在我们家，奶奶没在家，我们去收拾他吧。过来。你告诉我，完美世界里长得最帅的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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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你怎么会？阿喵爱上小七。这不是真的吧？这种事情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面。